老铁们，你看，我刚才在这个半山腰山脚底下逮到一只这个螃蟹，神奇不神奇啊？啊，就我现在这个山脚下面，竟然会有一只螃蟹。这你们猜这只螃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啊，太神奇了！刚才那只螃蟹就是在这个水坑里发现的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我估计是不是别人放这里的，还是他自己顺水爬下来的呀？这附近也没有他能落脚的地方呀，就是一块孤石。这个洞里有什么？我也不敢看。明天再来看看吧。喂，你们看这个地方放生螃蟹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环境很优美。这只螃蟹要准备给它放生了。我估计他在这里会活得很幸福，对不对？去吧，走。拜拜，在这里好好生活吧。好铁们，我这算不算正能量呀？奥利给！